解决稍微解决一个问题的啊。刚才那个信空法师讲啊，有人在问，说有人这么说了啊，说这个菩萨道是轮回道。好，我们解决问题啊。那么菩萨道是不是轮回道？轮回道啊，不要讲这个回了，这个回就好了。好像我写这个回比较好看啊，啊，轮回道是吗？啊，是啊，轮回道。好，那轮回道就是，如果讲轮回道是相异于什么？解脱道。好，那菩萨道是不是轮回道啊？刚才他是这么问的啊。菩萨道是不是轮回道？好，那我们来稍微解释一下问题啊。你说菩萨道要不要轮回？那么我们先解决一个问题，一定要先厘清这个问题的概念是什么啊？就那什么叫轮回？先来解释什么叫轮回，那么我们才能够。我们才能够清楚菩萨道是不是轮回道嘛？啊，这要清晰，就好像说，你问我，你身上有没有钱？你先告诉我，有钱是什么概念？有一块钱，这不是不是叫有钱？还是要有一百块钱叫有钱？啊，我说你有没有钱？我没有。等一下，我买红茶五块钱。你比如说你没有钱，五块钱不是钱吗？哦，五块钱是钱，对啊。这种东西要先界定清楚嘛。啊，好，那什么叫轮回？什么叫轮回？一般我们讲轮回是什么？六道轮回，是不是？一般是这么讲的。好，一般讲轮回是六道轮回，而且这个轮回是什么？不由自主的，你不能决定的，基本上是这样啊。所以说，我们轮回，假设真的要这么讲啊，就是说，你死了之后，然后再投胎，比如说菩萨道，一般的概念是这样嘛，菩萨道。是怎么样？要不断来人间，像应顺导师啊，不断来人间利益众生的。他死了之后，他会再来投胎，然后会再来，然后再死之后再来。那这样叫不叫轮回？叫不叫轮回？这样也是轮回啊。好，那所以从轮回来讲，那但是他有没有六道轮回？有没有六道轮回？有没有？没有，他只是人天人天而已啊。如果他的善依他的善业跟他的愿力了，他就是人天人天。好，那如果我们讲《般若经》里面，菩萨从一佛国至一佛国，你读《般若经》上这样哦，啊，菩萨从一佛国至一佛国，那么这有两种，一种就是比如说极乐世界啊，他有神通，他不离开极乐世界，然后以他的神通到他方佛国，从一佛国至一佛国。那一种就是他在这个佛国跟这个佛亲近完了，他又投胎到另外一个佛国，他也是从一佛国到一佛国。那这样有没有轮回？那先要看，一般我们讲轮回是轮回六道。那如果这个净土他不在三界内，但是他还是基本上死了之后，然后再到另外一个地方，死了之后在另外一个地方。所以轮回的定义，到轮回的定义般来讲是，一般我们讲啊，就是说我们从这个地方从此至彼啊，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，从这个国土到那个国土，从这个世界到那个世界啊，天人地狱阿修罗恶鬼畜生。那么这个轮回基本上，如果我们要讲这样啊，基本上有两种，就是一个人会受生，那么生之后就有死嘛，那就这样生死，有因有缘世间情，有因有缘世间情。好，那么基本上有两种，一种就是随业往生，
就是依你的十三业、十二业，你会升到六道轮转。三业重的天到升到天上，二业重的升到第一，然后中间三个看看，那么你是随业往生的。一般我们把这个叫轮回啦。那么另外一种菩萨的，他有愿力。那菩萨还有分两种啊，就是你无生法忍的菩萨，那他不是不会再堕落的。无生法忍的菩萨不会再堕落，他就像出国的圣者。出国的圣者有没有轮回？有没有轮回？出国的圣者有没有轮回？啊？有没有？出国的圣者，出国的圣者七次人天往返，死了。如果现在，比如说现在我在这里，我这一生如果证了出国，可是证了出国我还没有解脱三界啊，那我死了之后我会升到哪里？升到天上或再升到人间不一定，但是至少这样会七次往返啊。那么那这样算不算轮回？如果这样算不算轮回？好，那如果这样也算轮回，好，那菩萨基本上他还是随业哦。那菩萨是怎么样？一种是随业往生，一个是这样趁愿在，趁愿而往，这个是他自己决定的哦。还有一种就是他愿力很强，但是他也没有自己决定，但是冥冥之中他随着他的愿力，因为他的业都是善业嘛。那比如说我造了很大的善业，那么如果我们依业往生的话，要升到刀立天。假设比如说我这一辈子做八关斋戒，然后持十善业，广大的布施又念佛，那么依照我的业，我应该升到刀立天。好，可是因为我的愿，我不愿到刀立天，修天不升天，有没有？我要到人间，然后他就不会随业往生哦，他会趁愿往生哦，会趁愿到人间来。那么基本上，如果说你说有生死，就是有轮。如果假设啊，轮回的意思就是从这一生到这一生，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。那不要说菩萨道有轮回，解脱道都有啊，出国、二国、三国都有啊。三国在这里证了三国之后，他还要再经历，还要升到天界啊。那天也在六道里面啊，天也在六道里面啊。他要不要？他要不要再投胎一次？要啊，他也要啊。那出国呢？出国至少要七次啊，啊，还要七次啊，七次很长呢。如果他升到天上，天的寿命，如果他升到多帅天四千岁，那人间不知道多少岁，反正非常长啊，啊，他是很长的寿命的。如果升到色界天，那就更长了。色界天是非常长的。好，那一样是有轮回的。但是他的轮回没有在三恶道，不堕三恶道，极乐世界也是不堕三恶道啊。极乐世界有一条愿，那阿弥陀佛有一条愿，假设你升到极乐世界来，如果你还没有成佛以前，你离开极乐世界决定不堕三恶道。第一个，极乐世界本身没有三恶道，这是第一条，第一大愿，我的世界没有三恶道。第二大愿，从我的国土离开，你绝对不会堕三恶道。因为你会正念增上，那在娑婆世界呢？如果你有正念增上，你就不会堕三恶道。如果你证了无生法忍，你肯定也不会堕三恶道。如果你证了出国，你也不会堕三恶道。但是你要不要轮回？如果轮回是你下一辈子还要投胎做人升天，这个叫轮回，那肯定是有轮回。那不要说菩萨道有轮回，解脱道也轮回啊，出国、二国、三国都有啊。那你说菩萨道轮回比较多，也很难说。为什么？我们现在这个世界100岁，80岁了，不到100岁。如果在弥勒世界，弥勒佛再来那个世界80000岁，那要看你到哪升到哪一个世界来讲呢？要看你要，比如说你做狗，寿命就10年，狗活10年已经很长了啦，活15年那个都是百岁人类的，就我们人间的人。但是一个人基本上狗的10倍，人的寿命是狗的10倍啊。那天人要看哦，10倍、100倍、1000倍啊，不一定。所以但是菩萨道，如果你的愿力很强，菩提心强的话，基本上也是人天人天而已哦。
那不断修习菩萨道，那么就跟解脱道，就跟解脱道人天人天修解脱道一样，等到他证阿罗汉的时候不轮回了，不轮回就是六道里面他都没有出三界了。可是菩萨证无生法忍之后，他基本上他已经不是随业了，他都是称业。但是在还没有证无生法忍以前，但是他虽一般也一业，但是还是一样有业，有菩提业。他并不一定完全证得无生法忍他才有愿，没有，他一开始就有愿，依这个愿，就好像我们有时候也会发愿 啊我下辈子还要跟你做夫妻，我下辈子还要跟你做母子，我下辈子还要跟你做父子，我下辈子还要跟你做兄弟，也有可能依愿哦。但是你是做不了主的，但是你的内心有那种愿，他就有一种力量推动，因缘就会加深。还要看，那基本上修行也是有这一部分哦，就是你对于佛法，对于佛教，对于度众生，对于学习证无上菩提，你有那么深的愿，基本上业跟愿都有。等到你证无生法忍的时候，完全是称愿的，你自己决定了，我要到哪里投胎，我要去哪里，我要去哪里。那这种轮回有什么可怕的？就你是被送到哪里，然后要下你今天被送到一个地方，然后要发生什么事你都不知道，那个才叫做可怕。你会投胎到哪里，然后会发生什么事，这一生怎么过你都不知道。可是你自己已经决定、哦、我要去日本东京都旅行，然后几天回来，你有什么好可怕的？那菩萨称愿基本上就是这种状态啊。我要去哪里，好，我要去非洲义诊几天，帮助多少人，然后回来，那有什么好可怕的？对不对？那这种如果也不可怕、啊、是不是？你说那么落后的地方，我有医术啊，我会保护自己啊，我有愿力啊，我有能力啊。那菩萨就是这样。那你要是说啊，被现在不晓得，等一下船要把我运到哪里去，那过什么样的生活都不知道，那这样就有一点担心了。那所以说菩萨道是不是轮回道，那要看你是怎么个轮回法。那轮回真的那么可怕吗？你现在不就轮回来的，你现在是轮回来的啊，是不是？那但是你从学习佛法的角度看，重点不在轮回，而是轮回的时候你有没有遇到佛法，重点在这里、啊、所以你说天人，天上人，那个时候在印度，人都想要升到天上去，人都想要升到天上去，但是天都想下一辈子到哪里，到人间来。为什么？人间有佛法啊，那重点是这样啊，啊，所以可怕的不是轮回，而是什么？无明。我们因为无明而轮回，而受苦。但是我们轮回的时候，我们可以，如果我们有正念，我们可以断无明。就是说，我们也可以，比如说菩萨称愿，他要去哪里？从一佛国到一佛国。啊，比如说你升到药师佛国土，药师经就讲了嘛，那么我在这里修学的够了，我想要到阿弥陀佛那里去，那也可能离开这个世界，下一生到阿弥陀佛那里也有可能，或是说直接去也有可能 啊那像这个弥勒菩萨在兜率那页，他要舍掉兜率天寿命尽的时候，他要一样投胎到这个人间来 啊那样就不叫轮回。可是他已经清清楚楚，我是来成佛的，那有什么好可怕的？那么重点不在于轮回，重点在于你无知啊，无明。你轮回是带着无知无明，不可预知不可测的，你完全没有方向的。就好像说我把你送到一个地方，那个哪里什么地方我都不知道，要到哪里见什么人，跟什么人住在一起我都不知道，现在你自己可以决定了，我要到哪里见什么人，跟谁在一起做什么事，那这个就是菩萨、啊、要不然呢啊。所以菩萨也因为这样悲怨深 啊那么力量强啊，力量强，那么解脱道很好，也非常好啊。但是如果从啊，为什么会有菩萨道，为什么会有菩萨道，那么如果每个人都解脱了，但是
没有去弘扬这个解脱法，那么后面的人就不知道了，后面的人就不知道了啊。比如说啊，大家是啊成就是证了阿罗汉之后，假设了啊，他就不太跟人家接触啊，那么等到他入涅槃的时候，他是入涅槃的了，其他的人呢继续轮回啊。佛陀要入涅槃的时候，佛陀在毗舍林，那个时候就是文摩诘居士那个广元城那个地方啊。那么在那里他曾经问过啊，我们前面顺便讲到无量寿，他曾经问阿难，他说诸佛菩萨啊，那么成就四神主，那么都有能力祝寿一劫，一劫是很长的寿命的啊。那阿难讲了，阿难都不回应啊，说意思说诸佛菩萨他成就佛之后，他成就四神主，他有能力把他的寿命延长啊，就好像现在还活着那个阿罗汉宾陀卢婆罗多啊，2000多年了他还活着啊，但是我们都没有看过他了啊，但是他还活着，那他有能力延长他的寿命。那么如果那个时候阿难如果说那佛你就把可以延长寿命啊，但是阿难没有说。那么后来佛就决定三个月之后入涅槃。那决定要入涅槃之后，他讲了一句话：已度的众生如什么？如爪上土啊！他从这个指甲用起来，就像我指甲上的泥土这样。未度的众生如大地土啊！你看那么多啊！那为什么要成佛？因为成了佛才能够度更多的众生，其实是这样要成佛的。那为什么要行菩萨道？因为要成佛嘛。你说解脱道不就好？那我们来看，一样解脱道跟菩萨道，佛度了多少众生？那么阿罗汉度了多少众生？我们来看这个东西，我们才知道菩萨伟大在哪里。释迦佛底下有多少弟子？啊，舍利佛、目犍连，等等等等啊，大迦叶等等等等这些四大弟子啊，那么至少我看了最少有50000个阿罗汉啊，就等等等等等等，至少有50000个阿罗汉，我看跑不掉了啊。因为舍利佛底下又度很多人啊，那目犍连底下又度很多人啊，单单那个迦留陀夷就度了1000家正阿罗汉。至少有几千人啊，然后1250位只是前几年的而已啊，就几个阿罗汉，就非常非常的多，但是真佛。那如果从阿罗汉自己本身来讲，有的阿罗汉甚至没有度人的啊，成了佛，成了阿罗汉没多久啊，就入涅槃了啊。举个例来讲，这个最后一个最后度的须跋陀罗有没有度人？没有啊。须跋陀罗80几岁，有的说100多岁啊，就很老了才去见佛，佛已经要入涅槃了。没有多久，他听了之后入涅槃之后，最后一个度的弟子听了他，那就怎么样？那就证阿罗汉了。证阿罗汉，佛还没入涅槃，他先入涅槃了。他有没有度人啊？啊，没有啊。那他可不可以度人？也可以啊，年纪虽然有一点大，但是他也可以度人啊。但是他说佛要入涅槃了，我要先佛入涅槃。那很多很多阿罗汉度了，成了阿罗汉之后，他也不度人，他住在深山里面。他少数少月他也不度人，不在天上只受天人供养，他也不说法的啊，也不说法。那么度的人非常少，那因为基本上阿罗汉有分两种啊，就是也是有菩萨种性的，就是度众生的，一种是比较不度众生的啊。这一边比丘也有分两种，阿兰若比丘跟人间比丘嘛，比较会去度众生的，那比较是少数少月的。那阿罗汉也有两种啊，就比较倾向于他自己成就就可以了。那有一种就是成就了之后努力去度众生的啊，这种其实我们就可以叫菩萨了啊。那你看，单单佛，你看度了一个阿罗汉，那这如果有人
依照佛的这样度众生的这样来学，比如说舍利佛，比如说迦留陀语，不断去度众生，不断去度众生啊，那么就度了非常非常多的众生，但是都是因为佛来的。你看一个佛，然后这个还只是佛事哦，那么佛灭度后还有没有阿罗汉？有啊，过了两千多年还有阿罗汉啊，只是不多而已啊，但是还是有啊。那么就这样一直做，你看可以度多少人，但是其他的阿罗汉留下来的有这些阿罗汉法吗？还不都是佛法，是不是一样啊？所以假设你看，那为什么要为菩萨道就是要成佛的，解脱道是要证阿罗汉的。那证阿罗汉主要是自己的解脱，好，那你解脱了，你是因佛法而得解脱的，可是你得解脱了，那其他的人呢？那佛也可以，佛也可以在普度之下成等正觉的时候就怎么样，就解脱啊，他也可以啊。但是他为什么没有入涅槃？那个时候他如果就入涅槃了、啊，很多阿罗汉有时候这样啊，啊，大家是要解体经典的时候，就是去山洞里面，去天上，去那些没人的地方，把这些阿罗汉一个一个找过来的呢。那有些阿罗汉也不愿意啊，他说、哦、佛已经入涅槃了，那我在人间也没有用了，我也要入涅槃了，说起来就入涅槃了。一下就入涅槃了啊，他入涅槃很快啊，啊，就好像有些人，他已经生死自在了，啊，这里没有我的事，我要走了，站着就走了，啊，就走了。可是菩萨的心态就不是这样，菩萨的心态不是说啊，这没有我的事啊，所有的众生都很苦，你能够利益众生就尽量利益众生，所以要行菩萨道，其实是这样。如果都没有菩萨，那佛法很快就没有了。当然阿罗汉里面也有些菩萨种性的啊，这个大圣里面叫做啊外现声闻声念密菩萨行啊，就是这样子的。你看舍利佛，舍利佛你看大迦摄也可以啊，佛已经灭度了，大迦摄为什么要结集经典啊？就是有人啊，佛已经很多人赶着去见佛嘛，佛在入涅槃啊，在居士那入涅槃啊，大家都很伤心啊，大家都在王舍城听到，然后就赶着过去啊，走到半路就听到比丘讲，哎，你们这么赶着要去哪里啊？怎么神情都很悲伤啊？佛已经入涅槃了，你不知道吗？我们要赶着去送佛啊。哦，那个他意思就是说，哦，那个释迦佛入涅槃了啊，那有什么好悲伤的呢？他在的时候这个也管那个也管，这个也不可以那个也不可以，现在他不在了，你看那不是以后我们就轻松自由多了？大家就觉得，哎呀，这怎么得了？佛刚入涅槃，现在就没有人管了 啊，那以后还得了啊？就怎么样？土笔之后就决定要结集经典，要把法跟律留下来。那如果没有呢？如果没有，我们现在大家在那个时候说，哎呀，世间的人不可度了，我也要走了啊，留在这个世间没意思啊。这些人你看啊，这烦恼深重，跟佛出家还这样，哎，跟佛的佛出家的呢，啊，那还这样啊。算了算了，我还是早点离开的好。你现在可以听到佛法吗？你现在有什么解脱道可以闻吗？我告诉你，没有啊。那如果每个人都这种，反正我已经得到了，那些得不到的那是他们的命，对不对啊？反正我已经得到了啊，反正我已经没有痛苦的啊，那得不到的是他们的命，受苦那是他的业，我就是因果的嘛，我有什么办法？反正不关我的事，我就走了。每个人都这样，佛法能够维持吗？不行啊！我告诉你，菩萨道如果是轮回道，也值得了。啊，大家要发心了、啊，不能只是我好就好啊。那这个是这个菩萨的伟大，就伟大在这里了、啊。它是有风险，没有错，肯定有风险啊！我告诉你，风险越大的，投资报酬率就越高了。这本身就是这样嘛。这是世间的定律啦，世间的定律本来是这样的，所以菩萨道是有风险的，但是你就是管控好风险。第一个，你增强你的智慧，你养成你的习惯性，因为我们都是随心随业的嘛。什么是业力？业力不过就是心的习气嘛，心的展现嘛。业力不过就是心力嘛，过去的心力总结为现在的业力嘛。你过去身口意，身口都是随意业所造的嘛，只要是意业为主嘛，你打人三业二业要看你什么念头，
你为了教育这个小孩子，你是医生，必须用打的才能够把你那个血打出来，你打人是三月二月，要看你是什么心态打、啊，对不对？是啊，你是为了治他的病打他三月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大智里面就讲，出佛升学有两个人，一个提婆达多下地狱，一个奇婆升天章。奇婆也出佛升学啊，这个佛不是被那个刺到木头的刺到，奇婆用刀把那个皮肤割开流血，那个把那个刺挑出来，他也出佛升学啊。他出佛升学有没有犯忤逆罪？没有啊，因为是他的意业嘛。所以身口还是要看你的意，所以心为一切法的主导。所以业力是什么？业力不过就是心力。你现在的心还是你过去的心一直沿袭而来的，你现在所受的苦跟乐跟你过去的心有关系。那你未来呢？所以你要好好保持你现前的这一念心嘛，让它养成你二六十中念佛念佛念僧，或是你常常学习佛法，常常多闻心习，常常发菩提心，那个愿力很坚强，那常常养成好习惯，结好缘，你决定不会到不好的地方。为什么？你没有那个因缘到不好的地方啊，很简单啊，你连去到不好的地方都没那个因缘，你要造恶业，你没有，你要不造恶业，你还不能到三恶道去。我告诉你，即使你发愿我要到三恶道去，我告诉你还不行，也不可以，也不能，没有那个业，除非你愿力大到一个程度才有办法，要不然也去不了哦。你说那我有空想去三恶道参观，我告诉你也不行，你没有那个业力你去不了嘛。所以解脱到正的阿罗啊，没有三界的业，他来不了三界啊。三果断掉欲贪，没有欲界的业，也生不了欲界啊。他这只能到色界，你就是这样啊。那你哪里去积极善根福德因缘？你哪里去积极这个福德？要利益众生啊！你怎么样去利益众生？当然到人间啊，不然到哪里？天上都享乐，你怎么乐？你怎么去利益啊？不容易利益啊！啊，你都到圣者的地方，那些人利益你，你哪里能去利益他？一样嘛，到苦难的世间嘛。但是你自己要养成一套本领嘛，啊，就是你不随心，你的心不会随这个五欲浮沉，啊，不然你也容易造业啊，你就容易，因为你的，你虽然有愿，第一个你的愿不强，第二个你虽然有愿，但是你的恶业力量大。那你的恶业如果力量大，烦恼重。你的愿也是个心，愿也是个心，业也是心，烦恼也是心，都是这个心。所以前面才讲嘛，你念佛的心要测证这个无量光寿啊，要有慈悲跟智慧啊。那么你这个心，过去的心成为的影响，我们就叫业力嘛，就是过去的心造成所留下的影响力嘛。那么现在的心依着过去的影响力而造同等的业，起同等的心，我们叫烦恼。所以你起烦恼，我们就这个是指现在这个心的状态嘛。可是你为什么会起这个烦恼？还是由第一个过去的业力有影响，然后现在的心遇到的境，那么交织而成的。那么这个是指现在的心，这个是过去的心形成的影响力。好，那么这个愿力是现在这个心一直承袭过去那个心，然后如果你现在发愿，那么下一秒下一刹那一直下去，你这个愿都不退，那个心就坚固。那么这个愿力强，这个烦恼时起时不起，这个业力时现时不现，不一定啊。业力虽然是带着，比如说好像带着病一样，带着烦恼，好像带着病一样，但是它没有常常现起啊。但是愿力的东西是念之在之，它没有一刻忘掉的，所以它久而久之，它形成一种很强大的力量，所以它才能够愿力怎么样超过业力。那么愿力超过业力的时候，就以愿力为主导，它基本上就是心为主导嘛。这个心决定你要去哪一道嘛，去哪里跟谁，业力决定你跟谁去哪一道。但是如果你愿力过强的话，它都是心力啊，但是
这样的心力基本上必须是善愿的啊，当然愿还有恶愿，但是我们讲愿力的时候讲大善愿。那么你这个愿力够大的时候，你这些力量，善者先牵嘛，守者先报嘛，你的力量强的时候他就主导嘛。那你一直都让这个力量变成最强的力量，一直都他在主导，一直都他在主导，所以出果才能不堕三恶道，因为他就已经养成习惯了，他那个愿力很强，他那个解脱的愿就很强。那菩萨呢，成佛的愿，所以叫你菩提心要很深刻，就是这样。所以一开始的菩提心叫做愿菩提心嘛，啊，那么到了成佛成佛的时候，才叫圣意，他才不退的嘛，他基本上是这样，但是都是这个心啊。所以你不要过去的已经过去了，未来的还没有，所以你只要让这一念的心不断不断这样延续下去，其实他就是一直都是主导的，一直都是他在主导，啊，那你也不用，你就是让你这一念心习惯就成为主导，那么养成习惯就好。那菩萨基本上他是有轮回，但是他不怕轮回，就好像我们学佛，你认为学佛就不会受苦吗？有苦，但是我不怕苦，为什么？苦有灭的时候，那我在受苦的时候，我可以还是可以决定我这个心不受苦，啊，还是可以这样。我们先下课，结束了吗？还没有吗？结束了，哦，好，那好，哦，我们这一节只讲这个问题啊，好，哦，好，大家合掌回向，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，我等众生皆共成佛道。